你别走的话啊。啊，老板，老板。我开门了，你别怕。老板。啊？喂，赔不起啊！这样子你们收钱。我现在问你要不要 settle， 要 settle 你不是过来喽？很简单的建议，要 settle 你就过来，要 settle 是就是这样子。我过去啊，反正。啊，然后。我过去啊。啊。我过去。啊，说。你自杀了没有？我自杀了没有？我没自杀，我也很清醒，我没出兵。现在是谁借钱？谁借钱？我问你。哎，老板，不要讲这么多了，是啊，谁借钱你应该有付。难道？很简单不了。难道？要你就完钱，很简单。是啊，现在我要还你，还你钱，要怎样还你？我给你户口，你进一样的吗？我你给我户口啦。我未见不还啊。啊，你先户口过来，你先户口过来，你先户口过来，不用紧的。我给你啊。啊啊，收。我多少钱吗？就我身户口给你，我就收了。哇，又是你讲的喂，老板，你们玩什么东西哦？户口又是你们讲要给的。现在你一讲老板又不要给，老板想怎样？老板你，我现在问你要不要 settle 啊？你问我要不要 settle， 我现在要 settle， 你又不要跟我 settle， 怎样？啊？我没有跟你下懒是吗？这样现在我要 settle， 你又不肯过来啊？户口你又不肯给，难道你想怎样？你想我怎样？哎呦，喂，这吃东西，这东西我得当吃人呐！你上的谁？啊？你上的风啊？所以你不要问我是谁先啦、啊、你有本事喷气的是不是？我现在叫你过来收钱你又不敢。哎，你不要找我嘞，你不要找我嘞，我在新加坡。你在新加坡？你人怪过气啊。是过气的是吧？他跟我借新加坡币吗？啊，难道现在你要怎样？现在我要还你钱你要怎样啊？你还的我要100千。啊，难道现在我要还怎样？我要100千。是的，怎样还你？你不要跟我讲这些嘞！哎，你想要还，你想要还不还？我知道了嘞。像现在我要还你，老板，是100千都没有啦。你讲啊、一点一点还啦、啊，可以啦，是吧？哎，这样子你有想到吗？你想到我为什么做到这样吗？我机会我不是给他，我机会我是给他3个月嘞。我找一个，我用一个号码去找他。OK， 现在不用给机会了，现在不用给机会了，现在我要 settle 怎样？现在我要 settle 怎样？现在我要 settle 是要怎样来？啊？100千。啊，现在要怎样 settle？ 我已经给了100千了。啊，怎样？过来了啊？过。啊，走。当我杀的啊？难道？你在想什么？你以为我不懂啊？我跟你讲，我很清醒。是啊，我刚刚做工回到来。OK。是我又没有抽兵，我又没有抽白粉，我什么都没有抽 ，OK？ 现在我叫你过来收钱，你又不敢，你逼啊！叫你给我户口又不敢，难道你要我怎样还？啊！100千，我讲100千，你有本事还没有？叫我现在叫你过得来哪是啊？我今天都是给你都没关系了喂。啊！你不要这样子，你要我怎样还？你现在你要我。哇，现在我不是不敢用他，老板，现在我不是。你又不懂啊？啊？这样子，你不是第一天做出来做账，现在人家叫你们过来收钱，你们又不敢，怎样？就是怎样做账？要怎样做账的？现在要还你钱又不可以。现在我要还你钱又不可以。是我要是现在我叫你过来了，你不敢。啊？现在我要舍得，你又不给我舍得，怎样舍得？那你加入？啊？啊？有现在我要还你钱，老板，我现在要还你钱，你又不敢来这啦，怎样好？啊？我问你啊。走，走，你看，